答对，这两位老师向你提一些问题，要认真回答，听见了吗？是，坐下，知道了。你叫小小，报告，我叫赵小小，你是刚从少管所转到这儿来的，是吗？是。我今年18岁了，小小啊，今天我们像朋友一样在一块谈一谈，好不好？来，坐下，坐下，啊，坐下吧，啊。你们问吧，管教已经告诉我了。小小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，你感到后悔吗？后悔，又不后悔。小小啊，你今年才18岁，对不对？今后的生活道路还会很长，我知道，我在监狱里参加了法律专业自学高考，我会拿到文凭的。好，你只是有自信心的表现。你敢向命运挑战，你是生活的强者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小小，你能够跟我们谈谈你的过去好吗？那是在我15岁的时候，
我爸和我妈的感情一直不好，自从我奶奶去世以后，他们经常吵架。记得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，天下着很大很大的雨，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听见他们在吵架，我爸甚至还打了我妈。我爸对我和我妈的生活不闻不问，他凭什么打我妈？他把我妈打得遍体鳞伤，就这样走了。这么多年我和我妈的日子是怎么过过来的？我妈为了我们能够生活下去，每天不论刮风下雨都要出去卖报纸。我妈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我爸就这样，我妈她你说话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倒霉臭。爸，爸，你说话。爸，开门啊！住口！我走，你把你给我走，看，看，看什么看？还不赶快回去！爸，你别走。看什么？我们学校让交服装费呢。多少钱？35块。三天两头要钱，要钱都要疯了。给。老板，这个你过目一下，这些事儿你安排吧，就这样。哎，我说大艺术家，都几点了，你又迟到了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婚吗？你爸他非要离，我也没办法。瞧这阿琴的，他们家呀肯定是死了老婆了，让他换一个。
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会拉琴吗？什么曲子？你懂不懂艺术？这是音乐酒吧。你拉的什么破玩意儿？换个欢快点的。酒吧 disco。对不起，老子不伺候。站住！你给谁当老子？啊？你小子听清楚了，我今儿就要在这音乐酒吧听一听 disco。老子有的是钱，我点了你他妈就得拉，听见了吗？我赔你！小子，敢打我，打死你！哎哎哎哎！哎打起来了，怎么打人呢？哎，怎么打架？怎么回事？老板，让开！别打了！怎么回事？你出来！老板，实在对不起啊，这次算我请客，你什么时候来，我什么时候请。关门，下班，都走，都走。小子，你等着。老板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啊。哎，你今天发的什么邪火？是不是又跟老婆吵架了？姓赵的，你少给我摆臭架子啊！你把这当成什么了？有本事冲你老婆发去，少在我跟前撒野！我告诉你，我可不吃这一套。小云，我哪敢冲着你呀、啊？你看今天这客人，太过分了吧？行了行了，少拿客人当借口。算你说对了。今天和善美闹了，可我真是像拳头砸在棉花包上一样，再打再闹，他还是老主意，不吭气儿不说话，把我气死了。看你爹点出息！哎，你连沙场的女工都对付不了，你还吹自己是什么文化人、音乐人？你狗屁吧你！哎，别着急行不行？你等着我。你还让我等啊？哎，你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在舞蹈队当学员的时候，你就……那你不是爱我吗？这些年，我不光满足你的精神需求，我还要满足你的物质需要。凭我的能力，我开了这么一间酒吧，哎，还要给你20%的股份。你呢？你给我什么了？小雨，别这样好不好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些年我这心里头只有你。那有什么用？这么不明不白的，我都离婚好几年了，到现在连个自己的家都没有，你说这算什么吗？小云，我离，我保证离啊。够了够了，这话我听够了，你不要再骗我了。小云，你好好听着，这回我发誓，我一定离婚。他上面就是个哑巴，我要他开口说话，你相信我吗？嗯，我呀就喜欢你这股劲儿。好了，我还有个重要的安排呢。什么安排？你听我说啊，从明天起你就不要拉琴了，正儿八经的当酒吧老板好不好？那你呢？我呀马上就要离开这儿，去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也不告诉我。暂时保密，反正我告诉你，要是在我回来之前你还不离婚的话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就放心的走吧，啊，等你回来，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办喜事儿，好不好？高兴了，高兴了吧？Thank you.
你回来了。哎，喝，你怎么没上班啊？喝水吧。我不喝。我们厂子不景气，大部分职工都下岗了。哦，我说你最近挺清闲的，整天待在家里享清福了。我可以到酒吧去干。行了，少来这个吧。我们那个酒吧要的都是年轻漂亮的小姐。哎，就你这样，全把客人吓走了。看什么看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痛痛快快的，我多少还能给你留点钱，好不好？你要是这么死皮赖脸的跟我硬抗，到头来还是落了个鸡飞蛋打，什么也落不着。你想跟谁好，我也不想管。可你也得为小小想想，小小学习又好又聪明，你为什么非要离嘛？哼！哎，你怎么还不做饭？我饿着呢。啊，我这就去做。哦，要不你先吃这个吧。我本来想等小小回来一起吃，你饿了就先吃吧。啊。哎，怎么？今天孩子过生日？不是小小，是我。哎呦，行啊你！我在外边受家伯气，你还有心思在家里给自己过生日是吗？你这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，嗯？你给我滚出去！滚！滚！滚出去！滚到大街上过生日去！你！让它亮着吧，亮着多好看呀。妈，我给你点首歌吧。好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晚上好，现在又到了我们点歌台栏目时间了。下面是市六中的初二一班的赵小小同学为他的母亲点的一首歌，他说把这首歌献给他母亲，祝他生日快乐，健康长寿，青春永驻。下面就由我来献上这首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嗯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妈妈好。
孩子，妈妈谢谢你，你给妈妈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生日。妈，你信着我，你刚才许的什么愿我都能猜出来。你怎么能猜出来啊？你是不是希望咱们一家不要再闹了，和和美美的过日子？嗯。妈，这根本不可能。为什么？自从奶奶去世以后，我爸就常和你吵架，直到现在几乎天天都要打架。妈，你看你不能再这样子了呀。哎，妈，你不要那么软弱嘛，你越怕他，他就越欺负你。哎呀，妈想过，可妈一想到你，如果我真离了，孩子你怎么办？哎呀妈，你不要离婚，你不要怕我爸嘛。小小，妈妈问你，要是真的离了，你跟谁？跟你呀。那不行。妈，你不要我。孩子，妈不是不要你，妈是怕你受苦。妈现在已经下岗了，妈妈没有能力抚养你。那你意思是说让我跟我爸？我才不跟他呢，他肯定会和那个叫小云的女人。我不跟他。你爸他很爱你，小云他不敢把你怎么样。反正我不跟他，我不去。好孩子，不说这些，今天该是个高兴的日子。你说话，我让你说话。你为什么说话？说，你立不立？你说话。爸，出来你。爸，别打我妈了，今天是我妈生日。不立不立？不立不立？立不立？王伯伯。谁呀？说，你说话。王叔叔，救命啊！哥哥，王叔叔。说，说。肉叔叔。哎，谁呀？这是。立不立？小小，我爸又打我妈了。你爸又打你妈了？王伯伯，救救我妈妈！小小，快走走走，快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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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赵奎，快点！赵奎，告诉你，你再不开门，我可要砸你了！今天晚上再打架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让邻居们、大哥大嫂们都受惊了。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大家就不必多操心了，啊，请回吧，睡个好觉，啊。快点，小小，哎呦，妈，善敏，妈，善敏，善敏，妈，怎么样？太像话了！哎呀，赵奎也太狠心了，怎么把人打成这个样子？没事吧？善敏，哎呀，你看，这赵奎呀，你看真是个小伙子，怎么不能把人打成这样？善敏，要不然我们去告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都在一个院子里边，我们去告，对不对？有事情可以说嘛，啊，哎呀，不能打。好好好，咱们这样吧，咱们让他娘俩休息。咱们大伙回去，有事吗？明天再说。好好，咱们走，走走，好好，咱们走，咱们走，咱们到医院看。小小，小照顾你妈啊！好，走。妈，不疼吧？小小，好好照顾你妈。啊。妈，妈。疼吗？今天是你生日。
个雨啊，怎么下这么大雨？你就听我的话，今天就不去了啊。啊，路上小心点啊。嗯，妈，回去吧。回去吧。去吧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妈妈知道我怕他们离婚，所以不管我爸怎么打他、逼他，他都默默地忍受着。给爸倒杯水。哎，这些日子你爸倒霉透了，九八九八。只赔不赚，股票股票，只跌不涨，都是让你妈给害的。你吃饭了没有？哎，我说你怎么不给孩子做饭啊？我妈她病了。为啥非要跟我妈离婚呢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大人的事儿你少管。可是，一个是我妈，一个是我爸，我不小了，你们应该听听我的想法吧。每次开家长会的时候，人家大人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和我妈？虽然我的学习在班里是最好的，可是我妈每回都坐在教室的最角角，爸，这些你都知道吗？你让他们说去，你让他们说去，我不管。可你也得替我想想吧，爸。如果你们离婚了，我无论跟了谁，都是个没爹没妈的孩子，爸，你忍心吗？爸，我跪下求你，小小求求你了，为了我，为了这个家，别离了行不？爸，爸，小小求你了，爸，我爸他真狠心，为了离婚连家都不回了。妈妈又气又急，她的病更重。丈夫赵奎啊，把你爸的房给让出来。
天之内呢，你到法院民事厅来一下，好吗？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吧。啊，那你等一下啊。好。在这儿过生日，滚，滚到大街上过生日去。你走啊！啊，做啥好吃的？哎呀，奶奶好，小小回来了。嗯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小小，我今天捡到便宜菜了。哦，你看这菜有多好呀！妈，你猜多少钱一捆？这一大捆呀，一共才5毛钱，多好啊！你看，哎，妈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小小啊，你过来，妈跟你说个事儿。来，坐下。你爸非要跟我离，他把我告到法院了。啥？他真的把你告了？哎，看来这次非离不可。离了好，省得他老欺负你。妈现在最发愁的是，法院会把你判给谁？妈，我跟你。妈知道你要跟我。你爸，他管不了你，怕你吃不上热饭，喝不上口热水，学习也没人管。我不跟他。我不跟他，让他跟那个臭女人鬼混去。这些妈知道，妈都知道。可你想过没有？你要安心读书上学，没有钱，怎么行啊？你是妈这一辈子唯一能寄托的希望。只要你能有出息，妈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。反正我不跟他。可妈的身体不行，还不知道能熬到什么时候。万一我要病倒了，不但帮不了你，我还得拖累你。妈，我最不爱听你说这话了。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愿意伺候你一辈子。哎呀，妈不要你伺候，妈要你上大学读书，有出息。可我听说上大学要好几万。那我不上大学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你爸，你跟了他，他就得供你。再说这些年他也赚了些钱，你跟了他也就有你的一份。我不稀罕，我不要他的臭钱。孩子，你还小，你不知道生活有多难，听妈的话，跟你爸好吗？哎呀，你放心，妈会去看你，管你的。只要你能上大学，有出息。妈，就最高兴了。
妈，厅长，这是赵奎和单敏的女儿，名字叫小小。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先走吧。小小，我来问你，你爸爸跟你妈离婚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再问你，你愿意跟你爸爸呢，还是愿意跟你妈？我真不愿意让我爸和我妈离婚。嗯。可是，我愿意跟我妈过。那你还有什么要求啊？伯伯，能不能把现在的房子判给我妈和我？嗯，反正我爸现在也不回家。还有，让我爸得给我和我妈一些钱。我妈身体又不好，有病，现在又没有工作，还要吃饭，还要交好多学费呢。那好，咱们到法庭再说吧，啊。嗯。好了，现在开庭。赵奎，坐下，坐下。刚才已经征求了孩子的意见，就按照我们说好的办。现有的住房归单敏所有，家中的家具赵奎可以分得一半，并且分三次付给单敏和孩子抚养费20000元。什么？20000元？太多了吧？刚才你不是同意了吗？好好好，既然你们已经这样定了，我认输了。那好，你们两个过来办一下手续吧。再也不能欺负你了。你为啥非要跟妈？你爸他离婚的目的就是想和那个女人结婚，将来你爸的财产就没你的份儿了。你妈是没能力供你上大学呀。妈，你别发愁，我好好学习，等我考上了大学，我就可以拿奖学金了，我赚钱养活你。哎，妈，我爸跟你离婚，是不是嫌你老了？他是嫌我老了。那他就不怕自己老了？妈，我爸他真的有几十万块钱吗？他喝醉酒的时候说过几次。算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咱们认命吧。我爸他心黑了，为何那个臭女人结婚，这样对待你和我，这是不公平的。一个人拉琴挺自在的啊！哎呦，你来了，啊、坐坐，嗯，坐。不，你姐有消息吗？你姐这人也太不像话了，
走了连一点音信也没有，说是去南方了，到底在哪儿住啊？又没电话又没音信，打电话呢又打不通。这不，我姐刚给家里打了电话，还写了东西。嗯，哎呀，急死我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这不说好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离婚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现在没家了啊！你姐就这么干，这不是算什么？这不是，看清楚了吧？我姐就怕电话里说不清楚，专门写了一样东西。哎，这，我姐说，这间酒吧亏我了。嗯，这有这么办事的没有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你那20%的股份，哎，也没多少。我姐说了，这一年多合作的也不错，也就不让你赔了。你这惨淡经营的也就算了。这样吧，是让我哥们送你走呢，还是你自己走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哈，我已经离婚了。我这，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，好，我走。送送奎哥。弟弟不是他，大人是小孩别管，跟你妈吃饭去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爸，你别走，爸。见过欺负人的，没见过这样欺负人的，找上门来了。是，这全是事实。我妈又没文化，我和我爸感情一直都很好。过去虽然我爸也说我，但很少打我爸。我的学费都是我爸交的，衣服也是我爸买的。而我妈呢，一天除了上班就是做饭，很少管我。我觉得我要有出息的话，就必须跟我爸。我一天也不想再和我妈过了。看清楚点呀，七位数字，150万。哎呦，你怎么在金矿了？看把你乐的！我跟你说，这两个月我跟两个老板谈了点生意，这只是定金。哎呦，你们30万算个屁！哎呦，我的宝贝儿啊！这第二步嘛，我继续制造矛盾，应该让那个女的和我爸过不到一块儿，让他们吵架离婚。下一步，妈，啊，小小，快小心！妈，
不是人！